哇，他们狗好大呀。Hello， 早上好，下午好。今天我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我今天就是来一个咖啡厅，然后它是，这咖啡厅的名字是 Dog in Town， 然后它有小狗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摸摸小狗。小 baby， 小 baby， 嗨，还有冰画真好，真好。我的东西怎么还没有来呢？嗯，十六。我点了一个 strawberry milkshake， strawberry milkshake， strawberry milkshake. 2 hours later， 天天走进去喽，来喽，小狗好可爱。我应该跟哪个狗这个还有？其实这个狗是最舒服的，它在这儿躺下，在这个空调的前躺下，应该挺热的，我猜啊。小狗，小狗别走，他们是不是有小吃的呀？里面有小吃的吧？我现在就是买点小吃的，然后可以给小狗吃。这是小胖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什么名字呀？给你起个名字吧。你是小菠萝，小菠萝，小菠萝。你是小虫子，虫子。说就是今天就来选我以后的第二次。
melody。OK， 走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好酷！呜呼，哒哒，有喽！我刚刚好多压力，我的妈呀！刚刚是这样的，我拍了，然后有一张照片，就特别像个鬼。然后就把一个这个狗放在这个照片上面，但是这个 sticker 的这个 editing 呢，就是它只给我了60秒，所以我就很多压力，因为一直在就是看这个狗要不要更大更小更怎么样让它挡我脸。OK， let's go。我们现在就是在找一个小餐厅吃点小东西。因为就是有点饿。Okay， 我觉得我有我新的这个了。哈哈，好看，好喜欢。我还有一个之前所有的狗狗们一起拍，然后我有一个就是跟那个 Golden 和 Summer 一起拍的，能看到吗？好好看。我来吃一个乌冬面。